嗯，什么呀？有情况吗？哎，有什么情况啊？好几个小时了，一点情况都没有。哟，今儿这饭不赖啊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是苏梦给你做的。真的？还煮着呢。除了我，谁还管你爱吃什么？你别老拿我开心行吗？李白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苏梦？别瞎说啊，没有的事儿。你蒙谁呢？现在谁看不出来？你到底谈过几个女朋友？哎，几个，一个就够受的了。实话实说啊，我曾经啊，确实谈过一女朋友，我还给人写了一封情书呢。结果人当面就给我撕了。哎，你别笑，正经点。我现在想起来，哥们还郁闷呢。所以啊，那时候我就喜欢上跑酷，起初啊，目的不纯。就是为了吸引女孩注意力，谁知道后来，我发现跑酷比女孩更有意思。那你就玩你的跑酷去，你总追着人家苏梦干什么呀？因为我觉得苏梦比跑酷更有意思呗。哎，你别老光说我，说说你自己。你一天到晚的搁那画地图，要不我给你介绍一美元女朋友得了？哎，你俩还挺配。你看啊，一个画女孩，一个画地图，绝了。那我还爱吃蘑菇呢，你怎么不给我介绍一个采蘑菇的小姑娘呢？没问题，我们家菜市场门口全是卖菜的阿姨，我不是熟，我给你介绍一个。滚蛋！咱俩那不一样，你那是爱好，我这是一份情节。情节？什么情节？什么情节我又能告诉你啊？哎，够意思，说说，什么情节？我连五对都没说过，我凭什么告诉你？张大林，我告诉你，你已经勾起了我特别强烈的好奇心。大林哥，咱俩弄好，你跟我说说呗，说说说说。哎，别烦了，给他盯着。说说，够意思。行，我就给你说说啊。就按现在的话来讲，其实我小时候啊。应该算是个富二代了，富二代，啊，你想啊，我从幼儿园到刚上小学，我一直是车接车送的，直到突然有一天，我家发生了一些变故。什么变故？多嘴。当我再次走出家门的时候，我就看着我这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城市。变得非常的陌生，我完全没有了方向，没有了安全感，我甚至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。从那时起，我为了不让父母再为我担心，不管我走到哪里，都会留心记着街道两旁的细节，然后回家把它画下来。时间长了，就变成了一个习惯。按你这么说，你小时候比我笨多了，连回家的道都不记得。就你聪明，就你聪明行了吗？别生气呀！瞅你天天就知道傻跑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当警察得用心，不是那么容易。不过这倒是，你看啊，当了这两年刑警，我也发现当刑警啊，确实不太容易。就像我刚进警队的时候，武队就跟我说，作为一名刑警，不仅要学会认真，还必须要学会担当。因为在将犯人绳之于法的同时，你还得学会生命在眼前终结。哎，这个生命啊，不单单是罪犯，还有可能是你队友，甚至是你自己。公文深沉是吧？我一猜就是武队跟你说的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每一个进组的新成员，五队都会这么唠叨一遍。我刚进来的时候，五队也跟我说过。大林，你不觉得
这五队挺爷们儿的嘛。是挺爷们儿的。哎，你吃没吃饭？你要吃饭，你就下去转转。喝老大啊。盯着。那饭究竟是不是苏梦给我买的？哎，真没劲！回来了。啊，妈，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啊？人家惦记着你嘛，好几天没见着你了。哎呀，见没见着我不都是您儿子吗？那倒是，你要不是我儿子，我还不想见你呢。你看看你，带着一身臭汗，来，喝点水。来，妈妈给你捏一捏。妈，您是不是又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？你呀，还真了解你妈妈。来，沙芬最近怎么没来呀？妈。您这么晚不睡，不会就为这件事吧？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？妈，我跟您说过，我跟他呀，就是普通朋友，工作关系，真没有其他的。工作关系就不能多走动了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在工作上，人家是女孩，你要让着点儿，别老板着你这张臭脸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妈。反正过两天啊，工作关系也没了，人家要调动工作了。啊，调动工作？去哪儿？电台，做主持人，电视节目不做了。那我以后是不是在电视上看不到他了？妈，看不见看不见呗，听声音不也一样吗？妈，这么晚了，早点睡吧。那我去睡了。电台。都一天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要有点耐心。喂，是我。哦，是你啊，有事儿啊？没事儿就不能打给你了？哎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怕你真有事儿。
刚从电台出来，就是想告诉你一声，我被录取了，做一档夜间节目的主持人。这是好事啊，恭喜你啊！你什么时候也学会打官腔了？没什么，你忙吧。哎，怎么了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这事儿啊，是不是该庆祝一下呀？谁有时间陪我庆祝这个呀？难不成你有？没问题啊。好，我下班以后有2个小时的自由时间，不过晚上我还有任务。算了，不耽误你了，我也没什么事儿，开玩笑的。反正我是没问题。你要是有事儿，那就改天。那如果有人这么献殷勤，干嘛改天啊？晚上6点半，玻璃栈桥怎么样？好，到时候见。好，到时见。哎，吴队，刚才谁啊？问那么多干嘛？哎，你让大林过来接班，我2个小时之后准时回来，好吧？啊。没想到你今天有时间陪我。我也没有想到。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是说啊，我们很长时间没有休息了，没想到今天还有时间来陪你。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声对不起。为什么？我们刚认识那会儿，我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，你不仅不生我的气，还一直都在帮我。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跟你说声对不起啊？哎，那时候我不也是老蒙你吗？哎，今天我可只有2个小时时间啊，你不会只给我开表彰大会吧？当然不了，你不是说要帮我庆祝吗？怎么庆祝？哟，现在只有1个半小时了，请你吃顿饭总够了吧？那我快点吃。好，那走。辉爷，咱店里的情况你也都看到了，现在来的顾客是蜻蜓点水多，真掏银子的少啊。咱这买卖是一天不如一天。咱们店的货色也不错啊。哎呀，您那是没到人别人家店里看，人家店里的货是款式又新，品种还全，咱真是样样跟人都比不了。哎，现在也就落这个价钱比人家便宜，可这干赚吆喝的买卖它不是常事儿啊。你是经理啊，你想办法呀。胡姨，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，咱手里边没货，拿什么跟人家争啊？眼看着咱家另一个店就要起来了，这手里边没货怎么办呀？再等等啊，再等等。我还是觉得这手里要是没货，咱让你等你就等，你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去看您呢，最近一直忙，没腾出时间来。上次啊，真是太谢谢您了。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呢？买东西啊？哦，这不是来的匆忙，走到您门口了才发现什么都没带。哦，是给我买啊？一点心意。谢谢谢谢谢谢。
下次可不要这么客气了啊！走，阿姨，我再陪您逛会儿。哎，好。沙凡，阿姨，来，喝点水。谢谢阿姨。我听武峰说你调动工作了。嗯，我想多抽出点时间陪我爸爸，想调到电台去工作。啊，好好好。你爸爸挺好的吧？最近身体挺稳定的，就是还没醒过来。哦，那大夫怎么说呢？大夫说还有希望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听大夫的准没错，肯定有希望。但愿吧。你最近和武峰来往挺多的吧？啊。有一些，主要是在工作上的。我跟你说啊，在工作上，武峰要是犯什么凶脾气，你告诉我，我收拾他。随着人们对黄金投资热情的进一步上涨，黄金的价格再次飙升，这已经是第三次提价了。我们的记者在本市最大的金店采访的时候看到，来这里买黄金的顾客络绎不绝，大部分以投资为主。来看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。关了电视，噪音。辉爷，咱都等一个月了，那眼看着钱往别人兜里钻，再帮帮，再帮帮。辉爷，你也太沉得住气了。那怎么着啊？你当关局长罩着我，我马上开业，你当得了吗？你这干嘛呢？吴峰啊，你不是跟我说沙凡调电台工作了吗？对啊。我呀买了两个收音机，那这小子给你，有时间你也听一听。哎，我跟你说呀，沙凡来看我来了。哎，这孩子可懂事儿了。来就来呗，看把你乐的。妈，您知道是哪个频道吗？哟，我忘问了。哎，你给我问问呗。行，有时间我给问问。妈，您慢慢听吧，我回房间了。哎呀，我怎么忘问哪个频道了呢？来，各位，为了咱们今后生意场越来越太平。生意越来越兴隆，来，咱们干杯！来，也庆祝我们今后在生意场上没有人捣乱啊！干杯！好，来，干杯！请问这边，谢谢光临，请慢走。钱辉啊，就上一小会儿吧，他干咱这行，就是啊，来，这钱辉手底下卫龙、卫虎那俩也都栽了。现在就剩他一光杆司令，你说他还能够再蹦跶几天啊？没错，他在街面混那么些年都没混出来，就算这小子今天不倒霉，我看明天也躲不过去。喝咱酒，替他也晦气。来，都他妈混腻了吧！大川。不生气哈，不生气。川儿，今后要学会不战而屈人之兵。以后说话注意点。
就在一面，看见了。没错，喝酒喝酒，不能怎么着我。来来来，决死挣扎啊！对。所以，咱这新店怎么样？不错，地理位置不错。等咱货到了一开业，我包您更满意。货再等两天。货的事儿，我想想办法。亲爱的，我穿这件好看吗？挺好看。等着我，我去化个妆。哎，辉爷，你那边最近怎么样啊？我这都挺正常的，辉爷。过了这么长时间了，都没什么动静，咱们是不是该动动了？要不你先出去走动走动。好的，我知道，你放心。李总，嗯，你说都这么多天了，也没有个动静，这不挺好吗？王总，歇一歇，那是省得你上蹿下跳。这要干嘛去？前面就是码头，估计他要去船厂。咱们的分析是正确的，他们的炼金厂应该就在那附近。他们挺谨慎的，
我估计啊，他们就是在试探，他们只是在码头周围转了转，没去其他地方。嗯，先不要惊动他们，这次咱们一定要抓他们个现行，把钱辉的犯罪证据抓实了，到时候看看这只老狐狸还怎么狡辩。哎，辉爷，我昨天去船厂那边转了一圈，一切平静，您放心。那就可以动了，抓紧炼金，千万别大意啊。明白，您放心。好，先这样吧。跟谁打电话呢？我一个朋友。什么朋友？你不认识的朋友。担心我给女人打电话？那可说不准。我有那心没那力了。胡爷，那批货到了，随时可以进。先帮吧，先把现在这个店开好。你那煎饼啊，没放辣椒的，事儿多。来，快点，说来就来啊！跟一定要注意这些人，都明白了吧？明白。好，苏梦留守。
地图和杜队，你们俩一组，李威跟我。好，咱们争取一次把他拿下。行动！！哎呀，你可真行啊，你啊！
玉部前会。是。走。哎哎，您这怎么回事？哎，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军官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刑警队办案，钱辉呢？哎，我们钱总刚才就在这儿来的。这是怎么了？钱辉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刚才还在这儿呢，让我帮他招呼客人，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？孙静，去那边看一下。是。看来我们来晚了。喂。喂，武队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马上冻结钱辉的全部财产。发通缉令。好，走。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杨成，都到这份上了，你就别在这装矜持了啊！说吧。金子是我让魏龙收的，所有人都是我组织的。哼，你还挺讲义气是吧？你以为你这么说就没有钱辉什么事儿了？金子是我让魏龙收的，所有人都是我组织的。不知道审的怎么样？哎，吴队，哎，吴队，爸，哎，怎么样？这个杨成，从头到尾一句话，把事儿替钱辉全都扛了，死都不开口。挺硬啊，嗨，就像茅坑里的一块石头，又臭又硬。钱辉怎么能让他这么死心塌地的呢？可能他有什么难言之隐。这样，你们先回去，我一会儿去会会他。财神，好消息啊！钱辉已经被警方通缉了。嗨，这下我们最大的拦路虎总算消失了。太好，这可确实是个好消息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已经万事俱备了。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正式操作。金子是我让魏龙收的，所有人都是我组织的。